你们上哪去了呀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？我切蛋糕给你吃好吗？哎，你们不要再瞒我了，不用脑肿瘤是吗？ 是不是没救了？不是的，只要你做了手术，一定有希望的啊！是不是动了手术就一定能好？每个手术都会有一定的风险。那如果做了手术都不好的话，我不做。东东，好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们大家再商量商量啊！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要住院。你听话。 东东，你要冷静。我不想像我妈妈一样，在医院里待了3年，每天都在吃药打针，可最后还是医不好，只有她一个人喊，好辛苦，好痛苦，我不想这样，我要住院。东东，你没有尝试过，怎么能放弃呢？不要放弃啊！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，不要告诉阿喜我的情况，我不想让他担心。哎哎哎，东东，阿喜，你和大叔跑哪里去了？我带他上厕所去了。七，阿喜。 我好开心啊！爸爸刚才说东东可以出院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想不到我的生日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，过生日真好。 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好像小白兔啊！我眼睛进沙子了，我不是小白兔，我是……你眼睛怎么也红红？你也变小白兔了？东东眼睛进沙子了。